是负面，是指说好像有没有增进吗？小意见，或者是胃伤，是吧？胃伤，然后这边抖，这边那边的胃，前面都是胃伤，胃伤，要不要拿实力？实力，对，这样才可以拿实力打他，给他不要干，不要破坏几滴两滴弄。光华不在了，在那边就有几个案例做的这样。实力。那个几个党团，麻烦通知一下你们的立委哈，大概在几秒钟就要开会了，现在只剩下洪委员了。我们继续开会哈，黄委员请坐，嘿，恰贼，来，我们好，来那个，我们中午的时候已经请行政单位来，啊，保定来，跟大家再，要再念一次吗？不用了，叫这份来哈。那个，请问各委员有没有一份我们今天中午请那个议事组整理出来的？这一份资料就条文，我们照按顺序这样子，按顺序下来哈。那我们从头看一次，好不好？不要紧，这，你坐下，你坐，嘿。我们先看第47条之二，就是那个时代力量。他们有的哈，那这一张我不知道那个。这一张有打是不是？时代力量的已经打在这一张了。没有、欸，可是我这个是我刚才亲笔写完的文字修正。哦，又修正了。哎、嗯，那再问一下，再还要印一下。哦，不一样。那我先印一下哈。好，那一张还没有印出来以前，印时有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章哈，先看47条那个司法院47条之二的文字修正，然后部长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先拿来好了。那个比较有意见的，刚才有陈昌明委员，那个时代力量，还有刚才还有李进立委员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等一下再一起说明。没关系，你现在先说也可以，好。谢谢主席啊，还有其他委员，因为今天早上大家对于啊，到底要因依职权宣告假执行，它的效果会不会太强烈，有一些指教。那所以我现在就综合大家早上啊讨论的意见啊，把最后一项把它改成说，法院就第一项诉讼所为灾区受灾民众胜诉之判决，把因改成得依职权宣告假执行，那就是给法官在个案当中。他一个裁量的空间，那但是相同的问题还是会发生啊，就是在命公担保的时候，假执行命公担保的时候，受灾民众在第一审取得胜诉判决以后，他没有办法公担保，那这个假执行的宣告就成为据文了，所以我才接下来是说，法院应宣告假执行所命预公之担保准用前两项的规定，就是把假扣押。那个部分公担保的规定，包括数额上的限制，还有准许主管机关出具保证书代之，在假执行宣告预公担保的时候也可以用。那这样子整个在立法的体力上面会比较一致。那同时也解决了今天早上其他的委员在想直接因以职权宣告假执行
会不会太强烈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个请部长，部长你今天早上对47条之2的条文你有一些实务的经验，要不要你再对现在的修正文字。现在我看起来他是这样了哈，他现在已经是他改成得了，得了就很好了，而且这个暂免也很好了，用暂免才对了，因为你这个有时候你会免到，而且后面也是得了，我觉得就很好哈。那第47条之2对现在提出来的修正意见有没有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？那个陈昌明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？他把它改成得，我觉得得跟那个就差很多了。对，本来就可以。那如果没有其他意见，我们就修正通过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范围很大，这是都市人的想法了。我现在想讲什么叫灾区跟灾民，它的定义在哪里？如果是旱灾、水灾，要如何来界定？啊，如果是地震的话，你要晓得断层带的房子，你再怎么用怎么强，碰到它全部都会倒，到时候一倒的割来割去，所以这个里面是看起来非常先术性非常大，但是做出来又有实物了。哦，是在这个变成无限的扩大呢。啊，这47条这里，47条之2。我怎么安尼啦哈？灾区受灾民众对其所损害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之人提起民事诉讼。啊，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如果在地震大的地震发生的时候，在断层带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房子都倒了，都倒的时候，那当然地主可以跟他请求说诉讼赔偿。那诉讼赔偿里面，在乡下也有自己盖的，也有请别人盖的。那都市的话，大概就是建设公司，你就不得大概都清在贴出来够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里面要很清楚啊。啊，你讲水灾，你要安怎来认定？天空要下雨，你有办法吗？所以我干嘛建立讲无限的扩充，无限的大到一个程度在嘛？你们仔细想，当你碰面临的问题，会产生什么问题？哇，我们早上有在修44条之4哈，要不要把44条之4里面的内容再把它加第44条之1到之3，以及第44条之7，以及第